我们的兽属虎，百兽之王。裴元是蛇王，就是八字和蛇相克。你们就指望这样的人去捕巨蛇？我们还是算了，他连假蛇都害怕。是你们可笑，还是我可笑啊？你害怕的根本不是蛇，你害怕的是无法面对你死去的爹。别再说了，我这辈子都当不了蛇王。安子汉怎能轻言放弃？因为你是蛇王的儿子。小秋都不行了，小秋求你醒醒啊！小秋，你吊起来，看着我把那条大蛇杀死。现在杀死大蛇有啥用啊？他也醒不了了。我杀死巨蛇之后，我就可以当蛇王了，然后我就可以娶小秋了。兄弟，交给你了。